雪山的精灵滇金丝猴是要早晨去看的，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出没，上午9点会下山饮食，此时是观察他们的最佳时机，临近中午就返回密林深处休息。今天终于就是弥补上了这个小遗憾，来到这儿看到了滇金丝猴，真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亲密让我非常直接的感受到。上世纪90年代，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西志农六次深入白马雪山的腹地，经过蹲守才偶然拍到这个隐蔽的物种，照片发表才把滇金丝猴带入了大众的视野。它是中国特有珍稀濒危灵长类动物，滇金丝猴保护区由此建立。专临潭地的农区里有遇难的不好认吧，像个呀啊这么密的对的。30余年来，经过几代护林员的悉心看护，滇金丝猴已经与人类建立了极大的信任，不仅能出现在游客的视野里，甚至是触手可及的距离。并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感觉，这个近距离的就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爬下来这样吃饭都不害怕，不会赶快跑，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哈。Oh, just spot another one. 刚才这个直播，他拉近了，还是能看清楚的，还挺开心的。然后很多网友不停的点赞。离开雪山精灵的领地，转入澜沧江河谷，沿江北上。可拜访宛若世外的古老村落，傈僳同乐村。初春已经过了白雪与满春红石相映成趣的时候，同乐村的极致冬景刚刚过去，夏季的绿意还未来临。但傈僳族热情的传统舞蹈阿赤木瓜依然点燃了访客的情绪，一洗旅途的疲惫。周老师累吗？累，很累的，600块钱。好玩，哎，到白了，从开始爬山，白峰多景吗？阿赤木瓜，面娘。I just went into my heart, I'm so touched by that love. 你好，阿赤木瓜。哎，有要盖越南没？啊，阿赤木瓜露出来的，那有多少年了？好几百年了。哦，哎，你优雅噶也带单数啦。预备，起！二，一。舞蹈热身，然后围坐在火塘，静静的听一段老人吟唱的傈僳古歌。喝一碗主人凌晨4点就起身熬煮的傈僳八宝粥，克爽了练。我们傈僳族的一个特色美食，是过年才能吃的吗？贵宾来才煮的，光是去这个玉米的皮都是要需要1个小时，然后泡个2-3个小时，然后煮个8-9个小时才好吃。感谢感谢。告别傈僳族的热情好客，沿澜沧江继续北上，直至德钦。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就在我们的对面，但隐秘在璀璨星空下的无尽黑暗之中，明早是否能一睹神山，不能确定。